的天啊，好多人已经在等了，现在才4点多啊，5点还是5点，反正就是还蛮早的。现在要先去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去先吃晚餐，然后再去看演唱会。我们要干嘛？看演唱会。哇、哦，好期待呀、哦！好多人 ，Hello。小娃。小娃啦。小娃。后面有好多卖荧光棒的，然后刚刚陈怡婷就去买了一个。哎，陈怡婷在哪里？哦，就是你，她买了一个猫耳朵，排队。哎，你们两个直接快要不能同框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不能同框什么？就是因为你太矮。没有啦，是一只太高。它萝莉控哎，萝莉，它是 top 的萝莉，top 萝莉，萝莉界的第一名。有，那、啊、你买这个，超可爱的，多少钱？100块，100块，因为这是演唱会必备，毕竟我第一次看演唱会，第一次看演唱会的小孩哎，献给陈黎老师，嗯，赞啦，要去看啦。我们坐在二楼 ，Hello 雨珊，我们是红二一哦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哇，总共有3楼，我第一次来手机蛋，好，你第一次，我第一次来手机蛋呢，天哪，高雄人，高雄人，哎，那你也是第一次看演唱会吗？他是第一次看演唱会，那你是吗？我不是，那你之前看过谁的？我看过那种综合的，之前在高中的综合的，我记得有张惠妹啊、罗志祥啊，欸、那很好，我记得很到哎、欸，但是我很小忘记了，是就很久以前那种综合的。高雄巨蛋很大吗？跟台北小巨蛋比的话，我其实觉得差不多哎、欸，就是差不多巨蛋可能都长这样吧，就这么大，就是里面也是长这样，也是3楼也是长这样。哦 ，OK。太美了吧！它里面是在收什么？这是老师的哦哦，很好看！哇，震到爆！好用心哦，舞台是星星哎，是啊，它尖尖的啊，应该是星星吧，旁边。要不要 bad ballet？
Oh my god!
话不算话，那你有需要别人帮你打掌拿巴掌吗？你可以让你变成啪啪 lady 啊。It's okay， 啪啪 lady， 要不要啪啪 lady？ 哎，我不能跟你放在一起，就变成综艺。不是因为你刚签的。因为青春中的谁改变我？好可怕！我这样跳一下，然后就浮到
哇，好多花，女孩们，你看，张哥。